说长者看了两家或者是三家的医院，导致呢，其实同样的一个药品，重复了给，可是呢，护士他们没有发现，所以呢，透过我们药师的一个结合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包药机，它所做出来的一个餐包的服务呢，我们能够更能够改善这一方面的一个缺失，做到为机构的患者来用药把关。